开始就有很认真的在做身材的管理。嗯，对，因为其实就是照片可以修，但是宣传的时候就是大家会看到本人，所以就会比较积极。所以差距大概是几公斤？比起之前你们看到那个很激烈的肥胖照，到现在应该有个8公斤吧。到哪里觉得哪里瘦最多吗？大腿吧，腿的部分最明显，最明显。嗯，那我自己会觉得那一本，第二本的尺度比较大，是因为其实第一本也是裸背，但是因为第一本有穿牛仔裤，然后这一本是完全下半身，只有因为泡在温泉里面嘛，所以只有穿一件小裙子，所以在当下在那个现场，我自己是觉得很赤裸，但是因为现场，比较不一样的是当时是清场的，只有我跟雨熙，然后跟灯光师，那灯光师是女生，其实一开始，我们是完全不认识的。然后在拍摄的过程中，一开始也很紧张。然后其实我们在准备企划跟拍摄的这中间也都没有什么互动，因为我们就是想要一直给对方保持一个神秘感，因为我们觉得在有一点神秘感的状态下拍出来的照片才会是比较有一种氛围的感觉，所以一直持续到现在，就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互动。其实我觉得我有越来越习惯肚子饿这件事。因为要跑宣传啊，我不想要一出现，哎，大家会想都是谁，跟书上面不一样。所以就是最近这，从年前开始就有很认真的在做身材的管理。嗯，对，因为其实就是照片可以修，但是宣传的时候就是大家会看到本人，所以就是会比较积极。所以差距大概是几公斤？比起之前你们看到那个很激烈的肥胖照，到现在应该有个8公斤。到哪里觉得哪里瘦最多吗？脸有瘦一点，但我觉得应该是大腿吧，腿的部分最明显，最明显。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浩晨。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国毅。Hello， 大家好，我是郭书瑶。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一杰。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真的吗？对对对，可是我看什么看？快停啊！